一个这个刮胡自串这个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别于哈、哦、直接丢公式的这个方法，哦，那这边的话该怎么做？首先第一个一样就是先切到 Visual Basic， 第二步的话呢，我一样我们就写一个什么，写一个刮胡自串的一个这个sub， 所以啊这边我把它重来好了 ，OK， 然后里面的话怎么写？首先第一个哈、哦。我们一样就是要跑回圈啦，所以跑回圈这个动作呢基本上都一样，所以我拿上面的把它复制过来、哦、第二步的话呢里面干脆先输出双引号，这个大概就这样，Nest 好像 没过来 Nest， 好，反正一定 for Nest， 这固定的就是从第二列到第十列，然后呢我要怎么样呢，我要去取得刮胡里面的东西放过来，刮胡里面的东西放过来，那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、哦？首先第一个哦，因为我们前面的公式是用 find 函数，但 VBA 里面哈、哦、不是用 find 哦，它会用另外一个函数叫，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函数，你可以打一个 VBA 电，那个叫什么 in， 然后 in 有没有？它后面有个 str 这个函数啊、哦，一般我把它念成 str 就 string 啊、哦、，in string 啊，就是在有没有。其实直觉的，那蛮就是是不是在那个字串里面有某个关键字啦、啊？所以啊，如果 entry 这个，其实你也可以拿它来做，以前蛮常用它来做所谓的全文检索的啊，比如说某个关键字有没有在某一篇文章里面出现，你可以用 entry 做那个检索的动作。OK 啊，其实就跟 find 一样嘛，就查询嘛哈、哦。那怎么做呢？特别注意哦，前刮胡。我们刚刚 find 是先前刮胡，逗点后面是去哪边找，那它的参数两个刚好跟 find 颠倒，是先去哪边找，先去 A 栏里面找、哦、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请你帮我去 sales 的 I 列的 A 栏、哦、就是在那个资料里面找找看哦，我每次都忘了那个后双引号 ，OK 哈、哦，然后逗点找什么呢？找前刮胡，有没有前刮胡 ？OK 哈、哦。那找到之后怎么办呢？特别注意哦，我这边哈会多一个 a 的变数，等于先帮我存起来的意思。所以哦 ，a 等于意思说这个 a 的名称自己取啦，我就取一个变数。这个变数意思有点像剪贴簿啦 ，Ctrl C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就把资料找到的位置先存到 a 里面。那如果说哈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说他有找到像这个，他会把3有没有？把这个位置啊找到第三个， 对， 把这个3的数字放在哪里？放在 A 里面。那如果像这个的话哦，它里面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它就变0，把0的资料放在 A 里面，对不对？0的话表示找不到的意思哦。那个 find 函数是如果找不到就会发生错误嘛。好啊，这个entry 里面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就放个0。0表示啊没找到啦，哦，找不到 ,OK 齁、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后刮胡怎么做？后刮胡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把 A 这一行复制下来，然后前面改个 B 好了 ，B 就是后刮胡，有没有？把 A 啊，如果是以这个 B 3来看的话，那就是 A 就是 3，B 就是 9， 有没有？然后我要把中间的东西切出来，放到这里面来的话，该怎么做？那就是什么？后面呢再用哈。VBA 里面一样有个 mid 函数，所以你会发现哦 ，VBA 一样叫 mid， 那就不打了 ，VBA 点我叫 mid 呢前刮胡，一样三个参数，第一个，我的资料在哪里？资料在 A 栏里面嘛，所以我拿这个来复制过来啊，用这来改，我的资料在 A 栏里面哦，然后呢，逗点 ，star 从哪个字开始？前刮胡嘛，哈，前刮胡就是 A 嘛。A 加一嘛，对哈，有没有前刮胡的位置的下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跟刚刚一样嘛？前刮胡的下一个字嘛，哈，逗点几个字，后刮胡就 B 嘛，减掉前刮胡的位置，再减一，有没有逻辑一模一样嘛？前刮胡，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已经快写完了，但是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那如果那个什么呢 ？A 如果等于0的话，就是意思就找不到。
没有前刮弧，也没有啊，所以 a 跟 b 如果都为0的话，你会发现零减零减一，那长度变成负一，那这个就出错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再多写一个逻辑判断，怎么判断呢？特别是说这个后面还会再详细讲了啊、哦，也就是在回圈里面常常会再多一个逻辑判断，什么逻辑？ if 如果什么呢？ a 什么情况下才能切哦？ a 要不等于。这个是等于对哈，那在 VBA 不等于怎么叙述呢？其实跟 Excel 一样、跟那个 Excel 里面一样、哦、不等于是这样，小于、大于，这个叫做不等于。不等于0的时候，空一格，然后 then， 然后呢，你才能够帮我去切。那在 if 的最下面要多一个 end if， 结束这个 if， 哦，有头有尾哦，它这个其实还蛮固定的。那中间按个 tab 好了，让它再下一阶。哦，也就是说呢，当那个 a 不等于0的时候哦，才会去做切割资料的动作哦。为什么不等于0表示什么？表示有找到刮弧的意思。那如果当它等于0的话，它就跳过去了，什么事都不会做。OK，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？哦，就是说哦，你有刮弧，好，我帮你切割；没刮弧，不要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做下面的动作，那就出错了啦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样就写完了啦，程式就 OK 了，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？那其实程式真的也不多啦，就这样而已啦。你想说这样 OK 吗？好、哦，应该都懂吧？哦，那、最重要的是回去哦，执行完毕之后哦，你们要照着写出来哦，执行一下 ，OK 了，有没有哈、哦？所以哦，你们的任务哈、哦，就是请你把什么，把这个 delete 掉 ，Enter。哦，回去就照着写出来哈、哦，才能睡觉。哦，你们开玩笑的哈、哦。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的话，真的起来写程式，保证很有睡意。真的，因为我以前我记得、哦、我很少有失眠的，都是写一写程式之后躺着啪，大概几秒钟就马上睡，秒睡啊。对哦，这印象还蛮深刻的，而且像我太太就常常说，哇，你这是前一秒才这个在电脑前面，后一秒躺下去马上就睡着了，哦，我说哎有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醒来我已经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很累就对了。所以其实哦，应该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的话，真的可以试试看看会啊，如果有反效果的话，也可以告诉我一下，后面反而一写反而更睡不着觉，会不会有可能啊？我不知道、我自己是有正面的、啊、如果你有负面的话，你再告诉我一下、哦、OK， 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就执行 OK 了，程式就写完了 哦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地方？啊、其他的话呢，大概就执行啊，清除的话就再把它清除。不过这个好处是说，感觉它应该会跑的效率会比较好一些些的、哦、啊。里面的话呢，就是只会放我们要的资料，其他都没有放。OK， 哦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，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VBA 点 insert， 那刚好它是先给它资料，再去找前刮弧、哦，两边刚好颠倒，有没有？放一次先给前刮弧，再去哪边找，两边刚好颠倒哈、哦，然后就把前刮弧的位置放 A， 把后刮弧的位置放 B， 哦，然后呢就是切割它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如果呢？当 a 不等于0的时候，就是有找到资料的时候，才去做下面动作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